笑啊，见了小妹说分明，婆婆啼啼喜光奔，我见了小妹妹细说分明啊，
步，到西光正是行走容莫展。西公园不远，面前听婆婆啼泣，西光姐。Oh.
这阵风来了
还是要知刘荣上殿。
上殿。好。
上殿来了。老臣上殿来了。老万青不在班房闲坐，来到这皇府金殿有何超时议论呢？万岁，你看老臣班房落座，耳听无朝门外杀杀杀砍砍砍，但不知这扫的哪家砍的活人呐。老外卿娘们，这朝中之事还是不问的好。你看老臣吃着国家俸禄，就得问国家大事啊。老外卿一定要问，老臣一定要问。老外卿啊，
那才能放丈找样啊。
看老朽上殿报恩，那一回王皇父金殿立准本章，又把老朽哎呀顶啊这边如何是好啊？这边如何是好啊？去倒下牛人来了来了，郭先生来了，郭先生来了。求上殿报本，那一回王不准本章，反把老朽赶下殿呀来了。这霍千岁，你看你那三个刘荣身份大罪，你就该上殿报本才是。哎，老年兄啊，我才在上殿报本，也无惧事啊。二位年迈，且在殿阙等候，待侄儿上殿报本。若报不下本章，不来面见你们二老。好，好。上殿来了，
平身赐座，谢万岁。